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带来疼痛，感谢主带来疼痛。相信咱每一个人伫这礼拜中间有经历上帝足济个疼，所以当我看咱个吟诗、听咱个吟诗时，我感受到迄个疼就伫咱个中间。因为伫咱生命有迄个疼，所以咱吟诗出来时，感受到迄个疼是遐尔有力。来三间阿头，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伫在，你的信息到万世代。当我放下一切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我相信我的心是甲主你遐尼亲近。当我甲主你那亲近的时，我就那感受着主你的疼，进入伫我每一个人的心内。予我每一个人摸到、体会到、感受到，主你这款疼的烧热甲温暖，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感恩，感谢你予阮有这款的机会，三个斗阵，也三个服侍，当阮三个敬拜伫你面前的时，阮相信，阮要得到更加大的快乐，而阮人生继续的向前跑走，阮需要主你的心引导阮，予阮更加有充足的快乐。来跑走信路上，也所行所做来应验上帝的圣名。主你就祝福阮今仔日的敬拜教师，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啊，进入咱的教会就感觉有真侪即个亲切感，甲熟络。啊，进入咱的礼拜日时，昨昏看见一个。小朋友，哇！伊真个真大声讲啊，国师平安。哦，迄、那个声是来自神是声，啊，表示讲这毋也是伊时段有咧教，就是咱个教会兄弟姊妹嘛在教咱即款个精神，人请安个即款个精神来互咱个时势感受着，所以无遐尼细汉个囡仔。啊！以前看到讲，哎呀，这青年人，啊，讲啊，恁个干事员啦，讲啊，这个是恁个别个在要讲的，你有事没？伊讲哦，无事平安，都出去了，我就听到无事平安。我说安尼讲讲，受宠若惊安尼讲，实在是接受了。啊，今仔来到第礼拜日时，啊，看到就是啊，别个所在啊，我就话起，啊，在下面讲话，文章中间。伊就即时咧关心，讲啊，伊个枕头是安怎？我感受着，有影，一个人伫咱个边啊，会当随时知影，感受着讲，哎，啊，到底我边啊，这人情形安怎？即是种个关心甲关怀，予我真大个感受，真大个感动。啊，其实啊，这嘛是我爱个吼，嘛是我爱个。啊，因为最近咧款内底安尼吼，啊，想要迄个拖把安尼入内底安尼，啊无拍算吼，煞去用迄个拖把迄个就切落去安尼。我想讲，哎、欸，这可能不要紧啦，吼，不要紧。啊，所以我就讲啊，赶紧啊，都继续安尼来做其他代志啊。啊，总是到去迄个远吼，就发现讲，哎、欸，啊这那像怪怪吼。即那就渐渐肿胀肿胀安尼，啊，阮太太无事就讲，啊，无咱来卫生看卖啊吼，啊，去的时阵，我想这小块代志那边吼，啊，可能医生看看讲，啊，这药药快就好安尼哦，啊，无怕是医生讲诶，这可大可小安尼哦，所以就甲你做一个破伤风安尼哦，啊，然后就讲安尼就比迄个啊简单的手术术安尼哦，叫我护士就叫我倒来安尼，啊。啊，阿伯爱听安尼哦，伊讲很爱听，啊听讲在煮麻虾安尼，伊讲迄足听咧，开在煮麻虾安尼，哦，我就对了啊，伊先讲听啥讲安尼，啊我拄着这个代志时，我想讲我一身人遐尼好好，啊这个遐尼细康吼，遐尼细康安尼啊，啊这其实也无啥货，总是吼发现着讲，当你这边啊说。要穿衫，要穿迄个裤的时候，哎、欸，
这个人就很不方便了，你刚才你吼，太太跟我师父讲来，我给你道歉啊，吼。后来看伊讲，咱小可代志尔，咱就感觉足无方便，啊，就心情嘛，啊，安尼受影响哦，啊，本来要做个代志，啊，煞袂当做啊。所以咱今日看今日这个圣经内底，耶稣的学生，甲耶稣三年半久，这三年半久的中间，嘛感受着耶稣基督的这个同在。啊，这个同在时嘛，知影讲耶稣足疼的，啊，伊嘛足疼耶稣。啊，耶稣突然间就安消失伫这个世间，就安无去。啊，这无去这样代志，敢遐尼小事嘛？其实，咱若有拄着亲人无去的这款状况的时，我想咱的心境是无可能快乐的，有足侪忧愁，有足侪艰苦心，有足侪这个怀念，足侪流塞。啊，这学生因拄着这款的情境的时，当然因有足侪因素，啊，心情歹，心内艰苦，啊，需要嘛需要找人讲话啊。所以咱就看见圣经内面这个基留巴，哈、啊，伊就召一个人做会，啊，有人做会是人讲东讲西，心情歹，人甲你讲，啊，你心情唔好，甲我讲，咱互相来关心，互相来关怀。所以，咱看伊圣经内面，啊，耶稣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基留巴，这个基留巴，那照伊的这个啊意思，这是当时这个正啊社经地位真高的这个望族的这个家庭出身，佮唔了社经地位高，佮也这个宗教地位也真高。伊是一个敬畏上帝啦，所以这个家族通讲起来，对这个社会足大个帮助，佮对整个这个宗教来讲，更是敬畏上帝啦。所以通讲起来，这是足有信心的人，足有信用的人，佮是对耶稣的人。所以伊拄到伊老师无去这样代志，伊讲啊，我都有足有信用的，啊，这耶稣无去就无去啊。你心会艰苦未？会啊！咱搁较有信用的人，搁较有信心的人，咱若拄到这艰苦的事，拄到厝内拄到这款的有人无去的这款的代志，咱的心嘛就艰苦。所以伫这款情境下面，伊找伊的朋友来甲伊斗阵。啊，唔呀，甲伊斗阵的是，就招伊的朋友讲啊，无咱来去休困一下，咱来去。予心会当静落来时，咱也心清的时，所以就带两个小带要去到伫伊妈母这个所在。啊，要去到伫这伊妈母，啊，这路途吼，讲起来差不多啊十二公里啦，定我唔知离咱永和教会啊去到底是十二公里。这个心情好的时吼，这十二公里实在也无啥物话啦。啊，哪讲话哪哪欢喜哪快乐，啊哪吟诗十二公里吼，点伊就到。主席这心情歹吼，这十二公里吼，哪像咧行一百二十公里咁快，就无遐尼简单啊。所以圣经意思讲，因面带忧容，表示讲因心内拍个球，唔只是面带忧容。那所以因的心若欢喜，面开拍个开安尼面带忧容，所以表示讲因的心情真歹。当伫即款情景的时，大家人拢毋茫人安慰，毋茫人鼓励，毋茫人支持，毋茫人陪伴。你刚才即个基督巴，伊找着一个好朋友，啊来含伊陪伴，啊要行这十二公里的即个路。伫迄个中间，一定两个人安尼杂杂叫讲，啊是安那卡会安尼，啊耶稣是安那卡会安尼，一定咧在讲啥个代志。啊、一定在想讲啊，这个耶稣到底即摆是情形安怎？啊，大家人传说足侪无同款，啊，这情形到底是怎样？伊的心忧愁，面忧愁，所以咱就看到讲，伫即款情境下面，所需要是啥物？互因的心开始变作欢喜、快乐，互因变作就毋忙。伫过年。五月的这个中间，
啊，有人咧做一个研究，啊，这个研究是去啊英国的这个剑桥的所在啊去找去研究一个代志，啊，这个代志就是讲，这个剑桥有派这个所在伫这个所在有这个宣教师去到伫东方的这个世界，啊，来伫遐传福音来，结果有三个人。啊，这三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北角的中国，因为安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了后，把这个宣教师赶离开。啊，赶离开的时，啊，这个宣教师就到伫这个马来西亚的所在去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伫遐做真好的这个工作。啊，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一个就是安博里牧师。就是捌做过台南市内边的这个啊副院长，就是甲当时的黄忠义院长做伙，一个院长，一个副院长，因本来就伫英国的时就拢熟识啊，然后来到黄忠义院长转来台湾的时阵，做院长的时，啊，伊就来到台湾的所在做副院长。佫一个就是米德利牧师，就是达克米米。伊嘛是以前做台南神学院的这个儒学教授，这阿伯李牧师是神学教授，啊，李牧师是儒学教授，啊，这两个人在1970年代啊离开这个台湾，啊，当时因为台湾的这个前景啊有真济的迄个紧张性，啊，所以啊政府爱因两个爱因离开啊，啊，最近外久一几年啊，这个人来过世，你想讲？在台湾拄着日本政府甲这个教会的这个关系无真好势时，上帝予黄忠义牧师来到台，倒转来台湾做台南圣院院长，然后这个安慕利牧师也对英国做传教士来到伫这个台湾的所在，来看伊讲，伫整个台湾人社会的紧张的时。上帝有差派人到伫台湾这个所在，来予整个的台南圣医院会通稳定。台南圣医院就是整个台湾教会的一个心脏，这个心脏若稳定，顺顺啊行，整个的这个台湾教会、台湾的社会就稳定。所以我相信，这个耶稣也先。因迄款的心情无好的状况的下面，因所需要就是带来一个因的心会较稳定。那什么人会通为因带来这款的稳定？咱就看圣经内面有一个青年人，伫因咧讲话时，惊我来甲因斗阵，来惊我来甲因斗阵。我相信有边啊，当你咧讲苦心的时，你的边的人有人来甲你。陪伴来甲你请安的时，我相信你的感受真深。你的心内讲啊，我有拄着啥物代志，直直讲，直直讲，直直讲安尼。啊，这亲友人就直直听，啊，去甲伊问，啊，拄着啥物代志，啊，是安怎互你拄着安尼？啊，伫遐咧对话中间，互这两个人伫遐的心会通对迄个负面变作迄个积极面，安来解决。当咱看起，这些人就是耶稣。啊，这耶稣来到因的中间，带来给因一个盼望。头一项就是，这个耶稣是伫这个学生拄到困境的时，点点关怀伊。所以咱会记住，伫咱生命拄到危机、拄到困境的时，请咱不要记住，咱无。失望无绝望，因为主耶稣点点就伫你的边啊，伫陪伴你。这是予咱做一个基督徒，感觉真幸运、真安慰、真鼓励的一件代志。我做牧师真久，无唔对，总是有时阵去探访兄弟姊妹，去病院关心这兄弟姊妹时，有时阵我嘛会发现着，咱的话拢假。讲啥话拢唔对，上好的方式是啥物？点点为伫迄个所在坐，
然后听伊讲话，有时阵手来牵的，然后听伊来讲话。主耶稣感恩上个斗阵的事，就是点点在陪伴咱。伫你付出艰难的事，耶稣点点安尼在陪伴咱。陪伴，你要行，伊就甲你行；你要坐，伊就甲你坐。可能你要去海墘啊，伊就甲你去海墘啊。你要去爬山，伊就喊你去爬山。因为知影你心情歹，耶稣点点陪伴你。咱就看见伫圣经的内面有一个真出名的故事，就是约伯的故事。咱来看第一章、第二章，咱就发现着讲，这个约伯，伊拄着困境的时，有三个好朋友。这三个好朋友呢，来到伫伊的厝，然后就陪伴伊伫迄个所在。约伯坐伫火炉顶。身躯也火乌，正身就对伊坐伫涂骹，然后头壳嘛也火乌来陪伴这个约伯。咱伫世间需要这款的朋友，咱伫咱人生的内面嘛需要这款的朋友。耶稣就真做咱这款盼望的朋友，随时随地在陪伴咱，互咱感受着主的这个同在。有时阵伫不知不觉的中间，这个耶稣就伫咱的这个中间，甲咱相隔离。所以我相信，今仔日咱的教会虽然目前还伫拼搏的中间，我相信主耶稣就陪伴咱。我听人分享的时，就知影讲，咱虽然伫无数的中间，咱了伫真稳定，咱伫稳定中，稳定中。在成长，这表示讲，主耶稣无因为咱教会无这个事，就离开咱无，反倒伊嘛甲咱陪伴咱做伙伫遮个敬拜上，陪伴咱甲咱的教会遮青年，今日你到伫烦恼的所在，嘛伫烦恼的所在伫遐生活呀，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服侍上。甘愿遮青年，甘愿无爱住民宿，甘愿来住伫迄个。住伫涂骹的所在，来住伫迄个所在，来经验着主甲因上甲伫滴，嘛同款甲欢乐教会的这些人上甲同在。所以我相信主耶稣的陪伴，就是真最咱上界大一个盼望。咱第二项，咱看见主耶稣陪伴因甲因上甲伫滴时，主耶稣就因圣经。当时耶稣的圣经就是旧约的圣经，不是五经，不是先知书，啊是诗篇。耶稣用这个上帝话，甲因查考圣经，所以耶稣带来互咱看嘛。耶稣无讲伊家己的话，耶稣是讲圣经的话。所以，甲耶稣做伙斗阵的事，耶稣嘛要甲你做伙来读圣经。对圣经的内面来讲起耶稣的代志，对圣经的内面来讲起耶稣的事，互你知影，你伫人生的这个困境的时，上帝话，你是我脚前的灯，你是我路上的光，你要真做我上。介大的这个帮助，所以咱看见耶稣陪伴咱的时，予咱一个足大的一个启示。耶稣陪伴咱，也要阁用上帝话来扶持咱，和上帝话来帮助咱。所以为甚物咱总袂咧推动这个新约讲读圣经，就是毋忘咱逐日拢来读上帝话。这上帝话真做咱上界大的帮助甲帮助。你随时随地读圣经，有人讲啊，我年纪较济啊，目睭较无法度通看圣经，哦，爱字较细字，哦，即摆嘛有迄种大本的圣经，字较大字的，但无要紧，即摆嘛还佫有迄个录音带，看你是要中文的、现代中文的，还是要荷兰本的，
啊，是讲要白话字的，啊，拢总有拢用听。有时阵我嘛发现着讲，这目睭吼，你看圣经看久，哪会酸呢？所以我有哪会去有买一个相机吼，啊，内底着是装这个圣经，啊，然后来放在听的。有影，上帝话就是咱的迄个开咱个帮助。所以耶稣甲这学生斗阵的是，伊无讲伊家己话，伊讲圣经的话。所以今仔日，咱耶稣甲咱斗阵的是，伊嘛是爱咱来读上帝话。当然，咱即马搁较大福气，也搁有这个新约圣经。啊，这新约圣经是记载耶稣基督的这个代志，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啊，互咱来通听上帝这个话。所以，咱相信上帝恩典在咱的心上的是耶稣跟咱斗阵，啊，就是这样话就真做咱的帮助。有时阵咱咧想讲，啊，耶稣的话敢遐尔有效果？我甲你讲，你若常常咧读圣经吼，啊，上帝话是活，啊，嘛会救人的性命。阮老爸，啊，虽然囡仔时代就讲要奉献给上帝，就是吼毕业了就开始去做生意，啊，就赚有钱命，就心内就开始想讲，哎呀，这我即马无去礼拜堂吼，无去教会，我嘛感觉咧赚大钱啊，哦，啊嘛不一定爱去教会，啊礼拜日嘛也做赚会，总是。上帝是未不完全。当伊开始咧，伊当时是咧做即个饼糖啊，即个生意，所以糖是足重要。啊，所以伊嘛真敖，所以就把即个糖安尼买倒来炖，米粉买倒来炖，炖了后无外久，煞风台雨，煞中大水。糖敢会惊水？米粉会惊水未？米粉甲糖，拢会大水去甲消消气安尼吼。迄个时阵，伊才发现讲，人是无才调。伫款个困境个内面，甚至惊到要自杀个咯。伊所有个即个本钱，着拢囤伫迄个所在，想讲伊即赌币，毋知要赚偌济啊！不怕算骗到处拢装落去，伊安尼一个人行到伫海墘个所在，安怎行哪深哪行哪深，就入去啊！伊嘛无听人后边咧解话，就是当伊到去拄着迄个水，佮直直行去到特别沉落去时，有一个声来讲：“老爸所听个囝，老爸肯甲伊。”上帝所听的囝，上帝拣拣伊。迄个时阵，伊才行得长。上帝话叫醒，予伊知影讲，人是无才调，人是袂了解。人是我的老爸，对囝仔时代就是开始读圣经，读圣经。到迄个时阵，即句话无业的，无才调。就是因为逐日读圣经，逐日读圣经，所以即句上帝话伫咧中间浮现。所以是安怎？咱的总会咧推动读圣经运动，咱做一基督徒爱常常读圣经，因为圣经的话就是迄个活命的话，要互咱得到迄个活命的道。所以耶稣甲这学生到底是伊将上帝话对五经对。先知的册对诗篇的这册，引起耶稣的代志，拢甲这先讲，互咱感受到耶稣带互这的学生一个盼望，就是爱挖去上帝话。所以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帝真恩待咱。有圣经，我相信伫咱兜可能圣经嘛足侪本。哦，大本小本嘛，可能拢总有。有些人咧卖圣经的时阵，讲哇，买一本圣经，甲买一个，买一个安尼吼。啊，买来毋是放伫迄个书柜内底吼，啊，毋是做枕头哦，哎，
嘛会当来看，啊，较少我看袂歹，哦，所以我相信看上帝话，上帝话就真做咱的帮助。耶稣就将上帝话来过正心在，但正心就是有感动，所以感动了后是正心有反应。虽然看圣经的时，伊行到伊妈母的时，圣经记载讲耶稣好亲像要行较远，就正心恭劳耶稣对。你若有感动，请你会记住，常常甲主耶稣讲：耶稣啊，请你进入我的家庭。像今日咱四个六七岁在祈祷中间，也有咱的家庭，耶稣也疼咱的家庭。哦，请耶稣进咱的家庭，然后让耶稣住伫恁家，这样先有反应、有感动，请耶稣进来甲恁住。这个家庭是三民行主人，就是这耶稣的先主人，就是咱看见当因食饭的时，三个人八饼足食，三个人耶稣。可见这个耶稣的学生，伊感受到这个人来到阮家，通过伊所讲的话，应该伊是主人，所以乎耶稣坐大位，耶稣提饼，然后祝谢，甲拜会也是。这个动作，咱就看见讲，耶稣带来乎我们盼望是甚物？无人欢喜接纳耶稣伫伊个家庭个时，迄、那个整个家庭个一个变化。当耶稣八饼祝谢，祝谢八饼互学生了后时，耶稣也是安怎？目睭安怎？目睭开啊！认得伊是甚物人？是耶稣。所以当你欢喜接纳耶稣伫你个家庭个时，让耶稣做你家庭的主人的事，这个家庭就真多不同款。你要看见，在你的面头前就是耶稣住在你家，不是那个伤心的我，那个流目屎的我，那个心里打到球的我，是耶稣跟我做伙住在我家。当因把酒打开，真的是耶稣的事，因为心的迄款的欢喜、快捷、喜乐是无法度人形容。安怎讲？因看见耶稣了后是，耶稣随时无看，就无看。然后这人就用真紧的速度倒转到耶路撒冷，去迄个学生聚集聚会所在。咱就看见耶稣甲这学生斗阵，带来给因五万，这学生的整个生命改变。这个家庭已经无阁有伤心，已经无阁有悲伤，已经无阁有流目屎，充满迄个喜乐甲动力，即时倒转去耶路撒冷。耶稣带予咱五万，耶稣带予咱迄款的祝福。就是这款的动力，这款的喜乐的动力。一个欢喜快乐的时，伊会甲伊的朋友相交分享的，对。所以咱就看见这学生随时走到耶路撒冷的所在，甲这个做伙相交斗阵的学生做伙斗阵。哎，一听，迄人嘛讲要做见证，大家拢做见证。我有看见耶稣，我有看见耶稣，我有看见耶稣，然后。吉留巴，因也甲因所有的经验来分享互兄弟姊妹，分享互伊遮的朋友。所以咱就看见，今日耶稣带予咱这个五万的事，咱要怎样也将这个五万，将这个五万来带予甲咱斗阵啦。我相信，你的家庭需要这款的喜乐，你的工作场所需要这款的五万。在你的人生需要这款的动力，耶稣要带予咱人生五万。
嘛，这个五暗就带到伫你个人的生活内面，带到伫你的家庭的中间，带到伫你整个这人生的内面，这个五暗是永远甲你相连的。结尾来讲，耶稣伫因三个主教的时，耶稣搁一边出现。所以，当你甲你的兄弟姊妹三个分享上帝见证的时，耶稣要搁再一边出现伫你的心中，耶稣要搁再一边出现伫你的面头前，然后甲你讲什么？甲你讲，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愿你平安。这款的平安，就是永远的平安。对耶稣基督的死亡，对耶稣基督受定受刑这个苦难的情景要过去。现在所看见耶稣是一个搁我有五万的这个耶稣基督，是带来给人五万、带来意义、带来逃亡的这个耶稣基督。满足的心，感恩三个弟弟，咱三个阿头。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滴，你的信息到阮世代，你无放阮做孤单，你予阮伫阮人生的这个经历的中间，来感受着主你永远伫阮的边啊。阮无论是喜怒哀乐，阮无论是拄着真无的这个困境，阮相信主你到阮三伫滴。当你到阮三伫滴时，阮就予阮的忧愁变作欢喜快乐。我的心内的部分得到掏开，有助于信心的充满在我的心内，带来我人生新的愿望、新的期待，也新的祝福。主，我今天是在到你的面前，为人身体的欠安，身躯艰苦，主你在这时阵就用你主的双手来扶持。来欢迎，来抱迎，因你要给因的身躯的病痛得到医治，得到逃亡；你也要给因的心内的不稳得到解开，心内想袂开的代志，主你将你美好的旨意放伫因的心内，阮明白主你的旨意是遐尼水，遐尼良善，给因的心。掏开失联的感，用在你信用的过程内面，冒出一个，助你重新提升每一个人的灵，能甲主更好的相通，来感受到主的同在。主耶稣不是要甲阮的肉体生甲地地那边，要甲阮的心情生甲地地，也要甲阮的灵命生甲地地。愿主你搁一遍来祝福，医治甲掏棒，愿每一个人。我就带着盼望，带着活力，带着快乐来倒转去，让见证主你活命的道。愿咱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阿门。